朋友，因为过去拍了很多，就也是做那个当那个敌人，但是当然是敌人，但是我们有很多合作的经验，默契已经慢慢建立起来了。所以这次我们做一个朋友的话，是有很不一样的感觉，但是也有很奇妙的内容在里面，希望观众朋友都知道。这导演就是说，就是爱情是写去写你们两个的心。对，其实我觉得男生之间，不一定哪个跟女生的爱情，对，有一种是英雄准英雄，是英雄重英雄的这个态度，所以不是导演想的什么爱情，